开了来了。正对面的那一大片拔地而起的石峰林，就是张家界的著名景点之一——神兵聚会。它由四十八座相对独立的石峰聚集而成。三万下了，三万下了，跟你讲无的。都说张家界顶有神仙，我们对面的山顶上就是神仙居住的。哦，在拉丁明啊，那不是也人家住的？那里生活着世世代代在山顶上耕作生息的土家族山民。